秦素芝，你一手护到水性瑶王，你放开他，今后我骆家未曾亏待于你。若不派我，还还你野种。你还是不认？难看吗？洛家的老奶奶吗？没想到是个樱花荡妇，给甄姐牌坊，代表的可是洛家的颜面呐。真要是我，还不如一头刀子算了。秦素芝。 你当真以为我查不出？母亲，我不会说的。给我往死里打！洛家百年家风清明，数十年前，圣上曾经亲赐贞洁牌坊于洛家女，洛家引以为傲。所有嫁入洛家的女人，洛家出嫁的女人。 都跪过这个牌坊。山有木兮，木有枝，心悦君兮，君不知。今生竟不会与你相识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，我把你脊梁骨都给我打断！ 秦素贞，我再打你20掌，便将你逐出洛家。你是服还是不服？给我打！但我不会。给我打死为止。谁敢？孩子是我的。 你这是被鬼迷心窍了！他是你嫂子，他要进祝融，你要被乱棍打死的！我爱秦素芝，百死仍不悔。 就是我的新嫂嫂吗？小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这到处找你。老爷和夫人在前厅等着呢，咱走吧。哎，二少爷回来了！快，二少爷回来了！儿子，你回来也不说一声，这男人穿在我儿子身上，真好看。这不算什么。 南边更阳气。阿芝，回家什么？叫嫂子。母亲，这次我回来带了很多吃的用的，您让人去门口拿吧。回来就回来啊，还带什么吃的呀？家里还少了你点人不成？ 没事，我陪您一块去。哎，行，你先歇着，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就行了啊。给你的。给我的。嗯。大成，我刚在门口看到马车，真的是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先下来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像什么样子？ 没成婚就算不得大人。你赶紧让你爹把你嫁出去吧。我这就去跟我爹说。韩城，你这次回来必须把亲定了。韩城，你这次回来必须把亲定了。如今战乱，我还不想成亲。 天地伦常，敦伦尽定。这亲你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母亲，老爷，别到乡看一些女孩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交给我了。
师祖师，欢迎来到桃花源。阿成，阿成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我带你回家，走。山有木兮，木有枝，心悦君兮，君不知。阿芝，不要推开我，阿芝，只能在梦里亲亲你。我有一个秘密，一个谁也不能说的秘密。我心悦阿成，可我不知道，原来他也是这样想的。我在丽州，每天都想着你，阿芝。我心里喊过无数遍你的名字，阿芝。我在。木霜这孩子打小就喜欢，看着他长大的真好。只有我们两家联姻，整个丽州镇上都在咱们手里。去把二少爷和大少奶奶叫过来，有喜事。大少奶奶，太太有请。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头有点晕，我去梳妆台吧。太太可说是什么事了？大少奶奶，是乔家老爷来给二少爷议亲了。只要我们两家联姻，整个丽州镇上都在咱们手里。怎么样，我们家双双的嫁妆还是很丰厚的。爷，老伯伯，看出秘书了。哎，我这是二少爷。小孩子，孟汉城，你怎么可以拒绝我爹？我要跟你势不两立！我只当你是妹妹，还能不能娶你呢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嫁给你。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不要烦我了。大嫂，大嫂，
他又要欺负我。他不娶我，你快帮我评评理啊！我若是不知道，也就罢了。如今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，我如何还能劝他？母亲找你，快过去吧。我记得大嫂以前没这么不爱说话，现在变成哑巴了。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把你丢出去。这么凶干嘛？以后谁都想嫁给你，罗汉城，我讨厌死你了。素芝啊，你13岁便加入我们洛家，所以这次的结亲就由你来操持吧。可是二叔他不愿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事儿哪轮得上他做呀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事儿哪轮得上他做主？我们洛家是百年世家，所以这次的结亲你一定要好好操持，听到没？是。回屋吧。为什么我得娶乔木城？母亲，我们洛家在厉州领军一方，从来不需要商人的帮忙。汉城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想要的根本就不可能。若还是想给彼此留些颜面，你还是乖乖的和乔木双成了亲。成亲之后，母亲可以什么都不管。但我们洛家在我们这里断了子嗣，所有幸福加入洛家都跪过洛家的贞洁牌坊，娘也跪过，所以娘牢牢记，听懂没？大少奶奶，这些都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喜帖子了，你看我们到底要用哪一种呢？哎，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请大夫？没事，徐氏早上吹了风，挑情检是大事，不可耽误。这位夫人，恭喜您有喜啦。这里居然有一个生命在孕育，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儿！可我是一个寡妇，寡妇有子，化天下之大吉。我好怕。阿芝，你怎么了？阿芝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不能让阿成知道我怀孕的事儿，他是前途无量的少将军啊。这是阿叔第一次叫我二叔，只是二叔而已，只能是二叔。这次二少爷的婚事一定要办个风风的。说得好。
早就听说大少奶奶是一等一的贤惠人，果然闻名不如见面。二少爷说了，他出门在外从军，除了军装，只穿嫂子做的衣裳，这不喜袍也得穿嫂子亲手做的。大少奶奶，您赶紧量尺寸吧。大少奶奶，您赶紧量尺寸吧，我去拿纸笔。阿芷，你喝酒了？是，我醉了。我俩好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们就先走吧。二少爷，咱们先别打扰了。你走。阿芷，我是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我最近太忙。二叔，原谅我怠慢。阿芝，你不要哭。罗汉城，我是你嫂子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不仅是我的嫂子，你还是我的心上人。你来给我张罗这些，你知道我的心都碎了吗？阿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可我是跪过你家贞洁牌坊的，这一生我只能是洛汉中的棋子，我不能让你被万人唾骂。前线急报，儿子现在就要回利州。滚蛋！这个是你的定亲宴。前线战事吃紧，这亲就退了吧。退亲？我若是回不来，岂不是耽误人家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娘，我说认真的，乔慕川是个好姑娘。乔慕霜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跟你哥说的，我是个好姑娘。那跟我娶不娶你没有关系。我先走。汉城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天哪，那么好的姑娘，怎么说不娶就不娶？跟你闹着玩呢。你慢慢吃啊，都小孩子。这一生遇到你以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与其他人蹒跚拜托，只是造化弄人。是我
既然你不愿与我牵扯，那便成全怕写下天光第四千万张批判词，只一张是情诗满纸无意，怎敢揭晓半分我心。大少奶奶，听说乔家小姐离家出走了。你看看，看看啊，这就找汉城去了。穆霜平时看着是个好孩子，怎生这般胆大妄为？聘者为妻，奔者妾，这婚我们是非退不可。这丫头糊涂啊！我现在不管你们陆家要还是不要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陆家大嫂，你赶紧派人把他们给我找回来，这个婚我们可以退。行了，我早就派人去找了。不过乔家大哥呀，你也是太纵着穆霜了。这一刻我羡慕小霜的敢爱敢恨，他行事骄狂，却有我想要的自由。他对阿成的坦诚追逐，是我梦中都不敢想的疯狂。少将军，我恐怕抓到个巨人。罗安城，东方，阿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，许是早上吃多了。四万，要不是知道你家老大走得早啊，我还以为阿志有喜了呢。胡了！你们胡说什么？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哦，你怎么又赢了？不是那么刚好呗。难得我有一次两次赢的。素芝啊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这是新鲜的鱼，你尝尝，尝尝啊。乳娘，母亲定是起了怀疑，如果被她发现，这个孩子必死无疑。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。小姐，事不宜迟，今夜就走。素芝，大怀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少夫人确有身孕，恭喜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你放心。哎呀，你竟然能做出这么荒谬的事情，这是谁的念头？你说呀！你竟然敢对不起我的汉中，我儿子是走的走，但你是会过我们家贞节牌坊的，这辈子都得为我儿子守寡。太太，骆子汤已经准备好了。喝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我求你了，素芝从没受过，你得让我把孩子生下，我可以不要。等我生了孩子，我就去乡下给汉中受一辈子的罪。母亲，我求你了，母亲，我求你了，母亲。赵斌，你在这干嘛？给我滚！
愣着干嘛？给我滚！你们干什么这么无礼？你快走，你要不能还有人，你要不要可能啊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回去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反正就赖定你了。你要是赶我走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追！往那边看看，快！赶紧派人去通知二少爷，切记，此事切不可声张。是。你走后两日，邻居家的兔子就生了一窝小兔子，个个像小时候吃的糯米团子。待你下次回来，我便给你做糯米团子。少将军，昌县老家又来信了。全军首领待命。是。少将军，此时敌军正在追赶，现在回去太危险了。少将军三思啊。洛寒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找人。找谁啊？心上人。让你手贱！你醒啦？我叫刘二妞，我们是群流民，正准备去利州呢。我刚才见你在那边的坡上，就把你给带回来了。谢谢你啊！别客气，大家互帮互助嘛。但是你这副耳环最好要拿下来。我13岁。什么都没带入的洛夫，如今逃出来，居然只有阿成送我的耳环陪着。自那天以后，我找了整整3个月，阿志却向人间蒸发了。也派赵副官过来把我带回了利州，暂时无法记忆，让我没有办法脱身再去寻找阿志。可是每天晚上我都会害怕，害怕阿志在这乱世中找不到回家的。少将军，城外来了些流民，大帅的意思由你来安排。阿母姐，还在这儿躲一下雨。这大帅府可真大呀！有人来了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这是我们少将军。少将军，少将军好。利州不限制流民入内。谢谢少将军。
到办事人员处报上姓名、籍贯，不得胡证。谢谢大弟弟。我叫安木，来自新县。为何来利州？谁能帮你作证？我能给他证明，我们是老乡。行，进去吧。城内有空房，所以暂时没有地方安置的人员，都可以先去那边。二妞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还帮我证明身份。哎呀，你别看我没爹娘，从小是百家饭长大的，但凡只要有我能帮别人的，我是一定会帮的。再说了，你还叫我识字呢。阿芝，你不想认我？站住！城内有空房，所以暂时没有地方安置的人员，都可以先去那边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力气才克制住不上前拥抱？你到底为什么会离开家？韩城，你回来了。你这又去找心上人了？看样子是没有找到了。到底是哪家的女孩子，让你这么魂牵梦萦的？晚了，早点回去吧。陆韩城，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慕霜。你真的很好，你独立、坚强、漂亮，家世又好。可是我只有一颗心，这颗心只能爱一个人。罗寒辰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希望你跟我的感情一样，不得善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妹子。哎，妹子，你一个人啊？你男人呢？你这一个人也不是办法啊。哦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妹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以后跟着哥哥我，然后呢，再哥哥生个娃，多好啊！再跟我做个干爹，我们两个养你们两个，不是正好？哎，妹子，妹子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陪哥说说话啊。你个丑娘们！这里是给百姓居住的，不是给畜生住的。如果有再犯，永远逐出利州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少爷，给老子滚！失错了。走。
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秦素师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你自己的？想认我可以，想找我也可以，是你在我的地盘上还能出事，你叫我怎么原谅我自己？秦素师，你到底能不能好好照顾你自己？回答我！你如果照顾不好你自己，能不能让我来照顾你？阿芝。我想见你红裙开出的花，我心悦你。阿武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有事出去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今日找着工作了。原来在城里，好些个女人都出来工作，根本没人说闲话。原来城里和老家这么不一样啊！嗯，出来了才知道，这外面的世道早就变喽。那你可真厉害！哎呀，我这还没出去。我想见你红裙开出的花，我心悦你。阿芝，你不要哭，你不喜欢我不打紧，可是我想让你幸福，我想好好照顾你一辈子，我想你不要再哭了。我是个寡妇，我还是你嫂子，我跟着你的话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我是个寡妇，我还是你嫂子，别人会怎么看你啊？我不在乎，我找不到你的那些天，我疯了。我发誓，只要你出现，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不会再放你走。阿芝，我会护着你的。从昌县到利州，这么遥远的距离，我来不过是因为我也心愿阿成。他不在乎，我便也勇敢一点。只要是跟着他，是杀是剐，我总是挡在他前头的。待阿成再来，我便告诉他，我也心悦他。我跟他到底。原来，那心上人竟然是淡子。原来，我竟是这般可笑，竟然这般欺瞒着我。且不说，会放过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回来好几天了，都不来看看，还是俺双双好，愿意陪我去看礼服。走，送我们上山。奶奶，走吧。等我陪完奶奶啊，我就要回家了。我这要是再不回去，我爹真的要气昏了。好吧，我陪你们上山就走。
下雨天留客天，看来老天爷也在让你留下了，多陪陪我吧。下这么大的雨，阿成今日不会来了吧？秦素心，给我带走！不，我母亲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们是谁啊？干什么的？我带走儿媳，干你何事？你没看见他不愿意跟你们走吗？你什么人都敢顶撞，给我打！母亲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放过他吧。性情不知治法，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？好，我跟你回去。阿母姐，啊，阿母姐，阿母姐，希望我与阿芝长长久久，平安喜乐。他们背德相连，永远不能在一起。雨婷，你着急走吗？谢谢你陪奶奶的礼服，明天我安排人送你回家吧。来不及了，你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。他已经被带回洛家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大嫂啊，你们两个早就相知相许，违背伦常，看我为你赤壁很好笑是吧？不是也没关系，我已经告诉洛家秦素芝的下落。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洛寒城，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可以和别人在一起？她还是你的大嫂，你怎么可以？我佛慈悲，不怜我爱而不得，那我便作恶，看他们都事与愿违。阿木姐姐，怎么办呀？少将军，我知道。你是说阿木姐姐吗？她人呢？她被她家的人带走了。哎，少将军，他们很凶，她肚子里可还有孩子呢。是啊，已经四个月大了。少将军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阿木姐姐。阿芝，等我。我爱秦素芝，百死仍不悔。是这女人吗？是这女人吗？她爱不是寂寞，勾引你的。不是，儿子，你这是鬼迷心窍了！金钟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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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洛家百年家风，洛寒城，你若执意要与这女人在一起，我洛家断断容不下你，我也不会再认你这儿子。
母亲。孩子，没事。我们已经到丽州了，这里不会有人指指点点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牌坊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大大方方的相爱。还君明珠泪双重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阿晨，为什么还是想要离开我身边？是，我想过抗争，我想过什么都不怕的你。我以为当风雨来临时，我可以挡在你前面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我逃出来是为了保护孩子，可我不仅失去了孩子，连乳娘都离开我了。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是我的错。那究竟是你母亲，你最要面子，可是阿晨，我没有办法做到不恨不怨。你放我走吧。你真是俗度啊，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以陆家为敌。陆家现在盘踞丽州，得罪了陆家咱们今后怎么办？爹，我们去禹州投奔卢大帅。阿晨，我带你走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我不允许，你们俩就算要走，也要向骆家的列祖列宗请罪。母亲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是您的孙子。那是个孽障。对，就是孽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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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孽障。我感觉到我要对抗的是这个时代的眼光，一个悲哀的吃人的礼教，但是我不会怕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一切都冲着我老婆子来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跟你们共同了，我跟你们共同了。胡闹！娘，娘，还不带人去看大夫？这个怕什么？我娘跪过，我媳妇跪过。如今又要用我儿媳和我孙子的命去活祭，那么多人看到这些牌坊，看到墓碑下的血和泪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
就送到这儿吧。你走吧，我看着你走。再见了，阿成。再见了，那个惊鸿一瞥的少年。你就是我的新嫂嫂吗？看，这就是我的秘密天地，我叫它桃花源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爱秦素芝，百死仍不悔。我从来没有后悔爱。你还说你不是贼？是个贼！你还说你不是贼？阿木姐姐，你回来了，你担心死我了。这，阿木小姐啊，我是城东杜师兄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闯我们家来？看你穿着人模狗样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贼！我不是贼，我叫杜占白，我是城东杜师兄坊的。秀芳，我们掌柜的和你定了今日交货，等到现在也没人来，我就想亲自过来看看吧。结果呢，被他当着贼打了一顿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是我这几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明天一早我就给您送过去，您看成吗？再耽误时间啊，扣你工钱。实在对不住。真是了不起，我们一起挣钱攒钱。我没有零钱。小队，不要了，我错了，人放了我。王县乔家，我正和丽州打着仗呢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因为亚莫林大帅是前来看望你。说实话，叶帅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我可以帮你打败洛汉城。我也是个傻子。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一个女人居然也会为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爱得死去活来，什么都敢。我就喜欢烈子性的女人，你做我的女人，我替你报仇如何？你做我的女人，我替你报仇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我从来不这么和女人喝酒。那么千辛万苦把人带回来，却又让人走了，不太像我的儿子。爹，如今我和你娘已是话不投机，本以为可以有人问你周可温，没想到近日宇宙来犯频繁，刺杀我和爹的人已经关了好几个了，我怕阿芝在我身边会有危险，卢九影想要吃掉我们。卢九影确实是个麻烦的角色，此人心狠手辣。大帅，太太来了。大帅，太太来了。
你怎么样？你和儿子都不回家，还不信我来看看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安排人带母亲去休息吧。汉城，是不是你们都在管？都觉得是我错了？ 阿木姐姐，你手可真巧，难怪那个杜占白最后还给你加了工钱。又是你，阿木姐姐她都说了，她不会再跟你回去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她晦气。太太呢？好像叫了车去城东了。 您这是干什么？我们骆家总要把你养大，我在这里求你，放过我儿子吧。我这一路走来，看到人家指指点点，我恨不得一头撞死。骆太太。 我已经不是洛家，洛汉城跟我也没有关系。你还是怎么没关系？要不是你，那些流言蜚语会落到我儿子身上吗？敢在这么说，我心里是。你走吧，离我儿子远远。 哎，外面在打仗，打得那么厉害，你现在让姐姐走，就是在逼着她去送死啊！她怎么就不能死？她就应该一头撞死在我们洛家的那些白毛上面才体面。难道我愿意来黑州？难道我愿意看这人冷脸吗？你竟然指指点点，让我。 我都快疯掉了，江素芝，你要是再敢出现在我儿子面前，我就杀死你！我杀了你！四个小。 蛇鼠，你要是死，我放你死了也不会放过你。母亲，你来这做什么？罗汉城，你对天发誓。 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见这女人，不许再想她，要不然今天就死在这里，也不能让你背负这通奸的罪名。我答应放她离开，我可以不见她，但是我控制不住心中所想。 日日夜夜的思念，因为这让我觉得我自己还活着。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们永不相弃。
你看，我厉害吧？哼，要是奶奶知道你又去逮他放生的鱼，她是会生气的。胡说，奶奶最疼我了，看到她孙子能吃，可太高兴了。我就说时候到了，我也该去军营了。 是白纸情歌，变作唱诗。他从那深知那梦语，他弹奢侈，留一万字情诗字句，不为人知写在他眼底念在他，我想他是。 你这个心上人胆子够大了，我猜猜啊，他一定是把我骗了呢。然后来一个梦中捉鳖，操<笑>，把老子当王八了，老子是鸟，是大坤，我看他能不能吃得下。杜占白说今天他没空过来。 让咱们过去送一趟，一会儿我去跑一次吧。我去吧，正好我要看看新的丝线。也行，我想吃馄饨，带一碗回来给我呗。知道了，沈沉默。<笑>城东那块地儿呢？迎来送往，哎，美好。<笑> 城东那块地我另有他用，不通就打一个嘛！陈经理，走。秦小姐，今日是你送来的呀？ 劳烦你亲自送过来了。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那日我的洋装被二妞给打破了，不知道秦小姐会不会修补。当然，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。可以啊，那你去拿吧。好，就这儿。可以的，那我修复好了，让二妞给你送过来吧。好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好的。 阿雪，阿雪。
哎呀，好痒啊，老板，我进去嘛啊。阿五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哎，你不要碰我妹妹嘛，我来陪你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外面好像乱起来了。你不要出去了，明日我去打听打听。那少将军怎么办？他说这个样子，不请大夫是个死，可请了大夫，你们三个一起死。阿志，阿成，你找我在哪？我想埋在桃花源。你说好。二妞，备酒，煮热水。哎，素芝姐姐，这少将军都喊了你一个晚上的名字。哼，这个老太太也真是的，你们明明那么相爱，干嘛偏偏不让你们在一起？其实我是他嫂子。打了小的，惹了老的，骆君明疯了，给我要他儿子，我哪知道他儿子死哪去了？你说的厉害，看到了吗？元帅不仅帮我报了仇，还落下
然后立州不也是您的了吗？我把立州搞到手，太久他大脚，把你抬回来，怎么样？到了到了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嗯，啊。来来，凭什么呀？你明明都已经没有丈夫了，干嘛不能追寻自己的爱情？素芝姐姐，要我看，这少将军心里眼里装的可都是你啊！你要是心里也有他，怎么也得勇敢起来。现在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把他送回去。嗯，我去打听打听消息。是我。杜少爷，真不好意思，您的衣服我……哎呀，衣服不重要，外面现在乱得很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你们，少将军，满城都在找他，大帅贴了好多告示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把他送回去吧。不行，你们就这么把他送走的话，万一你们被发现了，那就太危险了。哎，我的马车在外面，我送他走。你要不放心的话，你跟我一块儿。好，谢谢。李大帅，少将军久到，已安排大夫过去了。哪里找到的？现在人在哪？见了。见过大帅。你救了我儿子？不是，我是帮忙的。是我，他当时伤势很重，还流了很多血，我不敢叫大夫，只能先帮他把子弹挖出来。让大夫尽快恢复。把这位先生给换过去。是。素芝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才13岁，为我们家守了这么多年的寡，辛苦你了。不，洛帅，洛家待我很好，是我奢望太多。你嫁过来才一年，汉城就走了，你和汉城青梅竹马，年少暮哀，太是寻常，只是造化弄人啊。那个杜占白，我会派人去调查，脾气秉性务必超过我儿子，我才会同意。不，洛帅，你误会了，杜少爷他只是我的东家罢了。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的儿媳，如果你要嫁人，我必不行。无论你想嫁给谁，嫁给我。汉城，汉城。你这个丧门星，丧门星，你这个大不行！可是我大儿子现在要来看我唯一的小儿子。干什么呀？是素芝把儿子送回来的。你是被这女人蒙蔽了吗？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？我就恨死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来看我们的洛家。停了。洛家百年大家。洛帅欣喜家国，洛家从来不是我一个女人可以左右的。若说还有什么关联的话，我曾当洛家是我一生的归宿，我对洛家的付出并不比洛太太少，哪怕素芝以下也仍愿洛家繁荣昌盛，长长久久。我也希望洛家繁荣昌盛，长长久久。洛帅，你的好意我心领，素芝告辞。来人呐，太太身体不舒服，安置在别院，就别让她出来了。
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不好意思啊，洛帅可能误会我们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能让洛帅请客喝茶，我爹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不客气的。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秦小姐帮个忙。哎呀，不客气的。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秦小姐帮个忙。我爹说外面现在太乱了，可能会安排我出国。我想让二妞跟我一块儿去，所以我想请秦小姐劝劝二妞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好，我帮你问问二妞。好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孙子哟，天杀的卢九一，儿子，打他，打死他！哟，别担心，大飞已经说过了，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。骆九明脑袋壳坏掉了吧？脑袋壳坏掉了吧？儿子不是搞定了吗？还追着老子打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和他死磕到底。尹帅，我有个办法，我知道洛汉臣的心上人在哪，我们把他绑了，再把洛汉臣骗过来，让这对苦命鸳鸯死在一起，怎么不算件好事？你这个女人心够狠的呀！我喜欢，就让他跟我一中其实。他真那么说？那他爹娘能同意吗？我没读过书，哪能跟他出国呀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只要两个人两情相悦，就要勇敢。苏芝姐姐，这洛太太这般对你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苏芝姐姐，这洛太太这般对你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苏芝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想少将军啊？我与他不知怎的竟走到了这一步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当时我忍住看着他取经生子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。素芝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和少将军彼此喜欢了那么多年，互相还不知道，如今总比做一辈子的木头人好。秦素芝可不就是个木头？素芝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怎么会是木头人啊？这少将军喜欢你都喜欢了半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这杜占白能不能喜欢。那要是他不喜欢你，那我就跟素芝姐姐过呗。你等我一下。我跟你们走。真的太好了。那少将军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。奶奶，您就别跟着我了呗，日头大，您进去歇着吧。不行，我得看着你。奶奶，我想出去。那就更不行。您就帮帮我。
咱们得快点了，再不走的话赶不上船了。啊，来了。素芝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阿月，我有东西忘拿了，我回去取一下。很重要吧？回去拿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好，素芝姐姐，那我们在这里等你，你快些回来。好。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我脚程多快啊！哎呀，万一素芝姐姐是要跟少将军告别呢？我经历过枪林弹雨，也经历过腥风血雨，最终却败给了流言蜚语。阿芝，纵然我一生都会在思念里挣扎，我也想你能做自由的小鸟，不被束缚。怎么能有这种地方？你们跑我救命了！我发现跟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吃过很多人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我看你们都看哪了？姐姐不会出事了吧？还要开的呀，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。可是，哎呀，这半个月从利州走的船只有这一班呀，这万一秦小姐见了少将军，这改主意了，那咱们不白等了吗？要不，咱们先去码头，在那儿等。素芝姐姐不走，我才不走呢！素芝姐姐，素芝姐姐。完了，肯定出事了！完了，肯定出事了！刚刚有人给了我一封信。弟妹啊，我已经通知你的心上人了，如果他单枪匹马来赴约，那可真是个痴心的人。当当当当梁祝你听过吗？吴胜，我想单独和他说说。晚上又捅刀子。小叔，你。看来洛寒城没有告诉你，
上一次的行程是我提的，这一次被绑也是我提议的，你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怪到我的身上，没有关系。姐姐，你找死！你素质！你明明知道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罗汉臣，你还偷偷和他在一起，我在你们面前就像一个掉粮小丑一样，我竟然还想着你帮我。你两个连起手来欺瞒我、侮辱我，简直不可饶恕！说，又不是哑巴，说。你说你错了，我正被嫉妒、怨恨、憎恨的折磨着。你说你不应该这样对我，你说你错了，你说。你说你嫉妒我，我又何尝不嫉妒你呢？我嫉妒你想说什么就说，想做什么就做，你就连当坏人。都当得这么坦坦荡荡，毫无畏惧。你以为你说好话，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我自打来了这儿，就没有想着活着离开。你不是要我求你吗？那我便求，我求你救救洛寒城，他不能死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还要在我面前炫耀你们今天冬天的爱情吗？秦素芝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，我嫉妒，我嫉妒。是洛寒城头，是一个人。目前没有看到其他人。一生一世一双生，秦素芝，你赢了。你说你嫉妒我，要是今天。哈哈哈！衣服都换好了。既然你不能答应我那件事，那我便再求你一件事。我想换一条红色的裙子，这样渲染上去也不脏，行吗？龙九爷，我来了，把人放了吧。好，来了好，来了，就留点什么吧，吃不吃？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那多不好玩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你们玩断手指，你每断一根手指就往前走一步，如何？好。等等，你妹好像有话要说。寡肉还母，唯有此情，耿耿相思。我爱秦素芝，
白死，仍不悔。我爱秦父子，白死，仍不悔。好，好个痴情的种子，你好福气啊。吴将军，今日一命换一命，你要觉得值，就现在放了他。值？当然值。但要是这么容易的话，我干嘛特地让你来自豫州呢？来人，王老板。你走过来，我不拦着你。慢着，你误会我了，谢托了。你杀了我呀！你杀了我！闭嘴！别死！我折磨他的脑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住！不要！继续！哈哈哈哈！你怎么这么残忍？你别走啊！继续。阿芷，我喜欢你红俊开出的花。我会护着。站住！打死他们！你怎么样了？阿成，你先别睡。你亲亲我，我就不睡了。对不起啊！啊，洛山来了，正在打坏蛋呢，上吊给斩了！玉成，我决定了，以后你去哪，我去哪，我跟定你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以前的那些可怜的旧狗。只记得我爱你。我到了，八岛红竹园了。红竹园找到了。
成王败寇，还想怎么搞我？哎妈，真他妈没意思！老子就喜欢像这样的女人，下辈子我娶你！他不会愿意死在你们手上的，我也算是有了可以同生共死的人了。我不嫉妒你了，再见了，秦素芝。再见了，洛寒城。阿强，阿强，你没死我，阿强。阿强，你怎么了？你为难我呀，阿强。阿强，阿强，马车在山下，我陪你进去。阿强，走。这俩人都给我接近，很快就到了。爹，放我下来吧。我说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对不起啊，爹，惹你操心了。我还有些话对您说。班长，爹，我有些信放在我的卧房里了。回头您帮我送阿芝走吧，那些信您一年寄一封给他，等信快寄完了。汉城，汉城，汉城，他也许就能把我忘了。汉城。